当代网友贴个春联，主打一个通俗易懂。如果说以往的春联是祝福，那么现在的春联就成了许愿池：熬夜撸串不冒痘，贪吃狂睡不长肉，横批为所欲为。望父成龙，望母成凤，横批富二代。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武功受禄，一步登天，横批得偿所愿。这个贴左边广进财源，这个贴右边美容养颜，横批龙年牛逼。嚯，好好，高雅，属实是高雅。这算盘珠子让你们打的都快打我脸上了。麻将扑克炸金花，天胡豹子带王炸，横批人生赢家。加钱加餐不加班，脱贫脱单不脱发，横批啊对对对。快递放这边，外卖放这边，横批不要敲门。好家伙，果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春联，不是春联越来越离谱，只是坦诚相见了。看到这里，各界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奇葩春联来上分。首先就是包工程的大佬，干土木工程，品坎坷人生，横批爽了爽了，而且这个还真是爽到了。随后就是律师界大佬晒出自己的春联，原告撤诉，被告自认，横批有案必胜，这可真是妥妥的稳赢啊。还有程序员晒出自己的专属春联，具体啥内容我是看不懂。理科生们也是紧随其后，这几串符号直接给我看麻了：迎新内服，加和美，白喜得金，深康泰，横批福禄双全。而00后们更是狠活频出，心想事成无压力，吉星高照好运来，横批万事兴隆。00后父母们也是不甘示弱，为了应对这些春联也是煞费苦心，晚上怎么喊都不睡，早上怎么叫都不起，横批不省人事。可要说最离谱的还得是这个上联无权无势无老婆，下联无儿无女无负担，横批他没想出来，各位有才的宝子们帮他想一个吧。